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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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本人嘛对吧？这张台中地点开的股票，是你本人嘛对吧？对，我本人啊。 本分局日前获报李姓被害人因与人债务纠纷，遭人以电击棒、手指虎、殴打，并强逼签立本票。经专案小组报警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，于扫黑专案期间，持拘票、搜索票，查缉查嫌为首等10人暴力讨债集团到案，并查获模拟枪2支、西瓜刀等票等不法证物，彻底瓦解该暴力讨债集团。全案依组织犯罪条例。 刑法恐吓取财、伤害等罪嫌，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。警方呼吁扫荡黑帮、维护治安为当前治安重点工作。对于辖内黑道帮派及暴力分子，将严加查缉，对于任何不法绝不宽待。